2020年越来越近了，大家是否都有如愿完成去年的愿望呢？不知不觉圣诞节已经来了，大家是否都已经换好礼物了呢？游戏大家好，我是思维，一个走在质感上的吃货。为了晚上的活动，索性来做个圣诞点心应景一下。今天受到邀请一起去交换礼物，一个天堂一个地狱，到底会抽到什么呢？希望可以来个阿拉丁神灯。正所谓吃货结拜，美食不断，美食一出你我同在。蛋糕是使用天使的高帽作为基底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之前的视频来制作。现在家家户户都在摆圣诞树，那么我也来摆个几棵吧。这样的树林还行吗？祝大家！